学期最后一次的主唱，对，然后今天总共会有三组人，然后三组人嘛，对，那接下来第一组的话是他们自己自我介绍吧，对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景一号，是大一，这是歪的吗？是因为是这个没有水平，他没有十九岁是特别为某人讲的。